嗨，今天用药性肌面膜做个小实验。待会一半呢，我会使用药性肌面膜，一半会使用市售的面膜。OK， 准备开始。打开药性肌面膜，面膜布是石墨烯，使用时要把六角网纹面对自己的脸哦。敷上，15分钟后见。时间到喽！哇，你们有看到吗？用药性肌面膜这边，我的脸被拉提了，整个是歪斜的耶，好明显哦！我们来认真比对一下。药性肌面膜有 SGS 检验合格，敬请安心使用。严选日本倍长肽面膜布加黑科技石墨烯，成分呢有天然的认证、有机认证，这么好用的面膜，你还在等什么？